大家好，我是松仔，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上架的新游戏《狙击手：幽灵战士契约2》，发售平台 PC、Xbox、PS4， 推荐配置如图 ：CPU i7-7700 以上，显卡 GTX 1070以上。《狙击手：幽灵战士契约2》是迄今为止系列作品中最具挑战性的一部，其中加入了需要至少1000米的超远距离外狙杀的目标。其激动人心的特色单人战役背景设定为现代中东，你可以在游戏中体验深入敌境的高压战术战斗。玩家扮演代号杜亚的契约狙击手刺客，接受一系列新的契约，在中东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上一块不受法律约束的地区战斗。你要执行的是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瓦解暗中危害的犯罪集团，让他们接受正义的制裁。本游戏对技能、焦距和精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首次在系列作中加入了不少于1000多米之外的狙杀目标，哪怕是老玩家也将面临挑战。本游戏由原系列作的工作室开发，其高度写实的狙击体验达到了全新的境界。你可以使用海量原型基于现实军事装备的武器，探索细节更丰富的广阔区域，以及对抗本系列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敌人。每个契约的可玩性都很高，配备全新的装备可以让你以多种方式完成契约，以不同的方式重玩任务并完成所有目标，并用酬金购买更精良的装饰和武器。本游戏在逼真度上更上一层楼，优化过的画面、更高的每秒帧数和强化过的游戏引擎使其成为迄今为止系列作画面最好的作品，完成极度逼真的前行杀戮，用电影级的子弹视角捕捉栩栩如生的细节。以上就是对《狙击手：幽灵战士契约2》这款新游戏的介绍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三连关注，青春永驻，我是松仔，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oss a coin to your witcher, O valley of plenty, O valley of plenty, O